许多人都喜欢呢用国内外的影音网站下载影集或是电影来观看。不过现在制裁局有意借由封锁 IP 的方式管制重大侵权网站，而消息一出，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挞伐。不管是热门电影还是查资料少不了的维基百科，未来一旦确定有侵权问题，智慧财产局将下令 ISP 业者以 IP 位置进行封锁。这样的消息传出，让拥有百万网友的 PTT 发起网络联署，认为制裁局无权干涉浏览网页自由，反对制裁局封锁境外网站。讲严重一点，我可以封锁 YouTube， 那我哪天封 YouTube， 你就我突然不能上 YouTube， 那怎么办？对啊，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依据吗？就连维基百科都看不下去，发出声明，不排除串联民间发起抗议活动。其实2011年 SOPA 在美国国会被提出时，维基媒体基金会就以观战英文版维基百科一天的方式表达抗议，这次甚至扬言通报维基媒体基金会，让世界各地关注这个问题。台湾的网友当然部分专业点的人可能会有办法翻墙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，但是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，做翻墙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。就怕台湾也变成翻墙国。九把刀提到，当时他可以帮我们这些创作者去跟那些资讯分享平台业者去谈判，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快的著作权人的一个身份的认证，然后他就可以神速的把盗版的东西给下来。但怎么判断、怎么封锁，制裁局还在摸索。只是网络上侵权防不胜防，要管制黑名单网站，官方和网友没有共识，恐怕还有的争。中央新闻侯正伦、刘哲君台北参谋道。